大家好，我是 KZ 什么？这个《迷之第七章》英文要第二三集，什么 A 哥？She Seva, Raven, Vasesi, Delele Disvan。你是和另一个是一体的，却被命运分开，被迫两散。你他妈到底是什么？Look, Jose, Nono, Ambojo, Sela, Sachia. 这不是特殊部队吗？这东西又完工了吗？我靠！就一代的那个最终 boss。如果忘掉了。Lofty, Noah, Alpha, Adula, Ilish。阿鲁亚凯特想起他真正的身份前，你就是一得随时毁灭世界唯一的。西吉拉，卡。西德，库萨巴。为什么我觉得西德好像和那个凯伊很像呢？昂，卡斯拉。あむしろ？セイウェイ。セル？ブチュセラパタメ。イブ。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应该 seed 应该可能就是这个要聊 seed 也没错，应该是他。拉比波瓦尔什哦，看真相了，看真相了，终于可以看真相了。哇，好吧。这算什么记忆碎片吗？这么神奇？吓我一跳。Was für? Was gedulle so nahmle? Was gedulle? 是他过去啊。那个狮是他守护兽，就不是狮，他守护兽就是猫。让我想到那个游戏啊，叫做对，那叫那游戏叫啥的我忘了，就是他之前是 Xbox 上游戏吧，然后他是说他就是这个男主角大叔有个女朋友，然后他外遇了，搞越狱，总之
然后就是晚上睡觉变成一只羊啊，如果说被抓到啊，就会被吃掉。那叫啥来着？凯瑟琳，很像啊。我们是往下掉，那有些是往上爬，但是也是有一定顺序的，并不能随便瞎搞，对吧？看看，我们从这先下去，再爬上来，再下去，先把这个弄上来，再下去，这样子。从这上我看啊，从这边的话，从这上去去踩下面那个，拉上来。掉下去会咋样？感觉太简单了，有点无聊。救命！怎么办？走了！追我！救谁吧！来做么事？是在下面吗？没，哎，我得先上去，然后把这个给推下来。这可以横向推的吗？可以向左右吗？不可以。我看，那这块是干嘛呀？中间也有断槽，哎，叽叽叽叽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对，那我这，好吧，这样子的了，所以再把它提上去，再下来。OK。吓死我！这个不会就是 C 的吧？果然是 C 的。My Aura, All the Masha, Selayetus, Sensor, C
Sid, this is Ella. Tu as dû la femme. Ah, Sid 背叛了我们啊，我们很生气。等，还多少？跳跳板嘛。重力转换，哦，好神奇！真的很神奇。不要老做这么吓人的动作，我是很好奇掉下去会怎么样，但是我不想掉下去。这就是那个大光头啊。西舍卢啊，这货就是叛徒啊，意思就是想政变是吧，偷偷去斩了。不对呀、啊、我要看看，张良说我要让他上升或者下沉才对吗？应该提前先动他一下才对。从方向上来说都是不对的。哇，这有点复杂、啊。上面没有吧，我觉得圈上面没有的话我就可以一直往下拖。先拉到和我一样高的时候，怎么有点不对劲。哦哦，还需要再下降，但前面有几块日都没有踩动啊，这就不对了。不然那边还有几个没踩下去，没通。等一下我们还得回去一趟，把之前我记得是有两个吧给再踩下去，但他之前一直给我们旋转旋转的，弄得我就有点晕，我还以为就是说在旋转过程中小去踩一下，还差一个、行了，不明觉厉，只能说不明觉厉，继续走吧。没开，有断点哦，某个地方有断点哦。
大致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断点。哦，这个，我看一下，这样子的话，哎，呀，方向不对，干，先把潜下去。我得再倒过来才行呀。他这边显示等于说前半段好，但后半段没有好。我干，我要怎么过去？把它给潜下去呢？看一下哦。刚才有一个是在另外一边，我们这个方向，那，怎么把它给推下去？然后把它给抬起来。看一下，这个是向下，但是不对，方向怎么说都是不对的，那我只能把它给抬起来再向下踩，这样子吗？我刚才从这边过来的，这边是向我这侧的方向走，怎么可能啊？意想不到的方式。他拿什么红色的通讯器吗？哦，然后没有人帮他，就他自己下去了，好吧？OK， 覆水算被圆了，算是被圆了。还有。Oh my god！ 看他是要往上走，往上走。他不能清个洞呢。看一下，得稍微先动弹一下。差一点，我需要进行一下偏转。再往前走一走吧，因为我还不知道总共有还有其他什么偏转的方式了。这又回去了。哎，可以。他到哪个位置？看啊，
是要向上一个对吧？这样子。这连接哦，从哎，为什么这边就不亮？哦，下一个点还没连接，他肯定说连接前一段。我继续往前面看看，上面在哪？这边应该是因为什么？哎哎啊！没跳起来啊，很奇特的现象。叽叽，现在我们知道第二期会怎么样了。重置，没有，干，好危险啊！他只是说没有安装好的重置，行，好都无所谓。这一块比较难跳一些。叫我们最后的共同记忆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没了吧？终于结束，终于结束了。终于把故事圆了，原来这是迷之第七章就是用来圆故事。为什么会穿成黑暗色衣服在大叔，你的肚子好恶心啊！哎，从第一代我就这么觉得。嘟嘟嘟嘟嘟嘟，看起来好爽。哎，大杀器快射一炮出来了。哇！
火中成灰，哎呦，好累好累。